大家对于建立全民合理的信心节目还有印象吗 ？Do you have any impressions of the last program？ 这个系列会从六个面向来探讨我国国防的强项在哪里，从中也让每个人对于国家整体防卫实力更深具信心。没错，在上次节目中，苏子云老师以马拉松会战为例，讲述小而善守的概念，而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小而关键。That is to say.We need to take advantage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errain. 简单来说，国军依据台湾的地理特性，研拟战略构想与战术战法，两者加成所产生的吓阻力量。是的，这也就是国军坚持未来仗在哪里打，部队就在哪里训的精髓。就像去年九三军人节职棒开球的主题，我的主场我来守护。We can protect our home court. All right.接下来就借由我们269旅官兵互动讨论与苏子云老师的讲解，让大家更能了解主场优势以及小而关键的概念，请认真收看。Let's get started。强盛不在于领土大小或人数多寡，国家的安定则需仰赖全国人民建立共同的信念与合理的信心。当我们在面对外在环境的威胁与挑战时，心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安或是不了解，只要我们都有所准备，就不会有所畏惧。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探讨合理的信心系列课程，这一次的主题是小而关键，内容将从台湾的地形优势及历史上的战役来说明国军是凭借什么来克敌制胜的。哎，班长，这周假日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啊？听说有一部电影评价很高哦。不好吧？最近疫情那么严重，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不要到处爬爬照啊。对啊，我跟你们讲，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回到喽，继续动作。哎，你们三个到底在聊什么？聊那么开心呢？都没有在认真保养甲车。哦，班长，我们有很认真在保养啊，我们只是小聊一下，增进一下工作的气氛啊。真的吗？那我考考你们，你们知道云豹甲车有什么特性呢？当然是又帅又快啊，而且声音还很安静哦。除此之外，你们知道云豹甲车还有什么特点吗？这个吗？云副队长来了。云副队长，大家好，各位辛苦了。你们在聊云豹甲车啊？刚好我对这也颇有研究的哦。云豹甲车可是我国国防自主的代表性装备之一，是特别依台湾多山崎岖的地形而设计的哦。以地形为考量，攻击火力不是更重要吗？火力固然重要，但地形也是影响作战的关键因素之一。谈起地形对作战的影响，那可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呢。那 Poi， 你可以憋脚，我们憋保养啊。哇，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认真啊？这样吧，我认识一位苏子云老师，他上课可是非常生动的哦。他对于国防事务非常有研究，由他来向各位介绍小而关键的战略优势是再适合不过的。小而关键。营副大长，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要善用台湾本岛的地形、环境等战略条件，达成不对称作战的关键优势。这样吧，大家先回去找找资料，做做功课。下周我们跟苏老师好好讨论。没问题，这个我在行。国中时大家都叫我地理小王子呢。哈哈哈。啊，确定呢？好，那就请大家先回去做做功课，我们下周再继续讨论哦。好，谢谢云副队长。继续动作。班长，班长，昨天副队长说小而关键，你有什么看法啊？我觉得应该是对来犯的敌人发挥出我方的优势，继而取得胜利吧。
那不就啊，不就是我们跟我们看棒球的时候一样吗？有主场优势。咦，没错，你还记得去年九三第二节的职棒开球活动吗？当时全场的官兵身着同样颜色的球衣进场看球呢。当然，还有之前在台湾打的国际赛，全场坐满我国球迷，士气如虹的帮中华队加油打气，超嗨的。是啊，这种视觉与听觉的震撼，不仅能够让对方球队带来压力，也能激励一下五花球员的士气，非常有帮助啊。对了，班长，之前连长在任务赋予时，要大家迅速机动到战术位置，这算不算是发挥我方的特点呢？你说的很对哦。在与敌方交战之前，能够抢占地形的要点，快速进入战斗位置，这样才能利用地形的优势来发耀出攻击的火力。好，谢谢班长，果然问班长就对了。少来了，这样子也不会有饮料了。哦，干嘛这样？我也想喝饮料。待会儿苏子云老师就要来了，大家都有先做好功课吧。有，尹保长。我前阵子在国防安全研究院上面的网站看到不对称战力的应用，内容是在叙述我们国军能妥善的利用地形优势，就能够转变优劣态势哦。没错，之前我们有聊到台湾的地形崎岖，且海拔1000公尺的浅山，要挨地形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发扬火力的地点。非常好，除了山地之外，我们也可以利用农田、渔温、沿海设施、都会城镇等地形，落实战场经营，必要时发挥易守难攻的优势哦。另外，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人讨论，台湾海峡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呢。对，这个我也有看到，有人说英吉利海峡是英国最大的保障，而我们台湾海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功效呢？当然，台湾海峡南北两端约400公里，东西横宽约200公里，绝对能够发挥地形上的优势。我爸爸是一位渔民，他曾经告诉过我说，台湾海峡在夏秋两季常常有台风侵袭，冬季又有东北季风，导致海象恶劣，稍有不慎，很有可能就发生意外呢。是啊，而且台湾海峡的水深大都介于在100公尺之间，潜舰无法正常的活动，继而中共的潜舰就无法取得优势哦。看来大家都非常认真的找资料呢。你们刚刚说的的确都可以证明台湾海峡确实是我国国防安全的生存屏障。侯阿长，我想询问一下，我从网络上看到中共拥有许多两栖登陆舰艇，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地形优势来阻止他们进犯呢？这个我知道，全世界大概只有20%的海岸线适合两栖登陆的作战，而我们西部都是淤泥浅滩，东部则是悬崖峭壁，适合他们登陆的地点更是少。你说的非常好，尤其我们现在雷达效能非常强，中共只要编队出航时就会被我们雷达所掌握，当他横渡台湾海峡时，还要面对来自空中以及海上的基舰攻击，抵达滩岸时还要承受炮兵火力的制压，阻止他们登陆以及撤退。哎，老师来了。大家好。大家好，请坐请坐。大家刚才讨论这么热烈，对今天的主题小关键的战略应该很了解了吧？老师，是我们刚才讨论，就是老师您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小而关键的战略优势。对，其实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小又要关键，又是战略优势，但是在战争史中，其实它是一个不对称作战真实的案例非常非常的多。比如我们今天就再跟各位分享两个历史上的真实案例好了。首先是萨拉米斯海战，也就是大概在西元前480年的时候。其实这个真实故事大家在电影上面有看过啊，就是三百壮士，它形容的是一个波斯的大军要入侵一个民主的这个小国，叫做雅典。当时有个温泉关战役，那之后波斯就集结了大规模的海军跟陆军，要立刻的就是在登陆雅典，占领这个希腊。那雅典的人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是比较小的国家嘛，所以他们就可能比较没有信心，即使是希腊联军都来协防他们了。那但是他们还是决定说，好，我们来召开一个军事会议，来商讨怎样来应对这样子的一个威胁。
老师，那我们面对数量那么庞大的敌军，那我们大家的心中难免会有些害怕或紧张吧？哦，这很正常的，这个萨拉米斯海战。当时雅典就是面对这样庞大的波斯军，要入侵的时候，这时候有个战略家兼他们的就是政治家迪利斯托克米赫就出来，说大家放心，我们一定可以就是击退波斯军，而且可以获得完全的胜利，但是一定要把波斯军引诱到就是萨拉米斯海湾，这样子我们就有绝对获胜的把握。那是地形优势的关系吗？对，你讲得非常好。希腊联军他们想到，就是萨拉米斯海湾的地形是比较水浅的，登陆点也比较有限，所以他们希望就是波斯军过来之后，他们的船比较就是笨重，这时候轻快的希腊联军的海军就可以发挥速度的优势。那同时在这种情况之下，加上波斯水手对于这个萨拉米斯海湾的水情水文可能都比较不熟悉，但是呢雅典就是希腊联军他们的水手就是在自家门口就是都主场优势嘛，那么对于就是海流或者是沙滩这些水文的条件都比较理解和比较熟悉，所以他们决定善用这种优势。那时候是波斯的部队大概是300,000人有1200艘的战船，相对的希腊联军，这只有100,000人，那战船就有370艘，这种不对称小的兵力，最后竟然打了大胜仗，也就是希腊联军他们发挥了这个滨海决胜的一个优势，这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提的这历史上真实的案例。哇，老师，这根本就是充分运用主场优势嘛，就像中华队在台湾打国际赛一样。对，你讲很好，就是你在主场的球队在自己的球场就是会比较熟悉，而且会比较有信心。那其实还有另外例子，就是二战时候的美军二战的时候在太平洋战场，就是他们本来想说两条路线，一个是登陆菲律宾，另外一个是登陆台湾。太平洋海军的指挥官就是尼米兹上将，评估之后，发现台湾是一个大型的岛屿，1/3是山地跟丘陵，所以最后就还是回到他们的跳岛战略，就是去登陆冲绳，以采取其他登陆的策略去登陆一些小岛。我就可以看得出，这种结合兵力还有地理地形的优势的话，这种守势作战相对是有利的。原来善用地形优势来防御敌人是真的很重要呢。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还可以再讲另外一个相对反登陆成功案例，就是1884年的时候，当时法军准备登陆就是淡水，就发生一个所谓护卫战役，就是淡水的战役。但是清军采取的策略，第一个在淡水河口就是布下水雷，还有沉船阻绝你的法国的军舰进入内河内水。那第二个就是清军的正规部队，除了他们自己的这些既有的部队之外，立刻召集当时所谓的兵勇，那时候兵勇就是像是后备部队啦，立刻召集后备部队。那最后就是法军的精锐的陆战队，从淡水的沙伦海德浴场那一带登陆，就被清军的正规军跟后备部队就是联合的予以歼灭。所以这是一个反登陆成功的案例。所以你刚才讲的对，就是大家讨论就是小而关键，这个战略上就是要善于应用地理地形还有兵火力的综合的战力。老师，我刚听你这样分享了这么多的历史故事，我发现其实不光是发挥地理的优势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善用地形优势，能够长时间的去经营。就像我们《孙子兵法》里面说到的，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这样的概念对吗？没错，就是我们国军常讲的这战力防护，藏于九地之下，就是说让我的兵力可以就是尽可能的善用这种地理跟地形的优势。第一个掩护自己，第二个可以借地形的优势来就是压制敌军。老师，我想请教您做了这么多研究，那么以您的看法，我们在基层部队实务当中应该要如何做才能支持整体的国防呢？
那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各位在食物上，你的就是味装结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地形地貌，你在不同的作战区比如说还有不同的那个战斗区块，在沙滩、在都市，还有在城镇作战的时候，或者在丛林，就是会有不同的那个地貌的伪装，然后保护你自己。然后第二个就是战力防护，同时就是反制就是敌军的侦测。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战术上有取得这些优势的话，它就会有战略价值。所以这是我们从战斗还有战术层面往上到战略层面，整个是一体的。这是从这样子总体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小额关键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块。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不管武器装备它的就是进步如何，最重要还是人。人有多就是聪明，你的装备还有你的战具就会发挥多大的效果。然后其实刚才你讲得很好，台湾不只是就是印太区域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这是地缘政治上的。那第二个就是地理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台湾多山，三分之二都是所谓的山地跟丘陵，适合登陆点不多。那第三个就是地形优势，有很多浅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不用夜郎自大，但是绝对要有合理的信心。最后其实我要谢谢各位啦，以前我当兵的时候是我保护你们但是现在你们保护我，所以还是非常的感谢，就是我们民主国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惯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所以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好，国军加油，国军加油。透过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应该都能了解，国军以宏观视野制定防卫构想，以创新思维规划军事战略，务实地实践仗在哪里打，部队就在哪里训，平战结合的训练思维，并在严苛的挑战中创造胜兵先胜的条件与优势，充分展现国军守护疆土与国人安全的核心价值。身为国军的一份子，我们每个人都肩负保卫国人、保护亲人的重责大任。对于抵御敌人进犯我国领土主权的制胜关键，除了强化远程精准打击能力，结合制空、制海、地面防卫等新式武器筹获及性能大幅的提升，建构可靠的重层吓阻战力外，全体官兵都应当以行动代替语言，让国人知道再强大的敌人都无法摧毁我们捍卫家园的意志和决心，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无任何可惧的敌人。本集的节目在此告一段落，下一次的主题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形塑我们国家之盾的长后战力课程，合理的信心，我们下次见。